怎样的速度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？世界上没有一种鸟能够一直飞翔，永远不需要落地。当你自由飞翔的时候，你会忘了这一切。你太慢了，我在等你，怕你输得太惨。每次执行完任务，你都会很感伤。掌握着别人的生命，却要亲手将他们结束，你不觉得很残忍吗？我会试着不去想这个问题，想得太多，对自己也有点残忍。重要的是，死去的人已经得到解脱，只有活着的人才能体会到。是将军最宠爱的猎鹰在追杀他的猎物。其实我们也是将军的猎鹰，不断在做同样的事情。也许有时候我们可以偶尔做些不同的事情。哦，我们来打个赌，救下小鸟同时又不伤害猎鹰的就是赢家，输的人要为赢家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赢了你就知道了。可惜你会输。看来他更喜欢你。你是乌鸦，身上死亡的味道太重。能够拯救一条性命，果然可以让心情更轻松些。你是在为自己杀戮太重而忏悔吗？我不需要忏悔，在这样的乱世中，生命原本就很廉价。如果努力的话，也许生命比想象中要顽强。有些生命在浑浑噩噩中慢慢的流逝，有些生命却在一瞬间被人夺取。我们掌握着别人的生命，但却不知是否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吗？如果有一天换了我处在他的位置，遭受猎鹰的捕杀，我不会期待有人来救我。想要活下去，我就必须靠自己，足够的快。要快到什么样的程度，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？必须要快到超越生命的流逝。
雀阁又有新主人了，不知道这次会是什么样的女人，一起去看看。我没兴趣。刚才你输了，必须要为我做一件事。现在陪我去看看将军新的猎物。这个不错。每次都要来这里看，你不觉得无聊？每次都这么一针见血，你不觉得无聊？我心里有个问题想问你，是我一直想问又不敢问的。你问啊。你要认真回答。你是不是天生害怕女人？你说什么？是不是害怕？来证明一下。你这家伙。你觉得这个女人可以打几分？我觉得可以打九分。要不还是九分半吧，你说呢？诶，他的手是不是有点毛病啊？哎呀，这样至少要扣掉一分，不，两分。他是在弹琴，在弹一架看不见的琴。喂，小子，看呆了？怎么样，这个很美吧？虽然生得美，但是落在姬无夜的手中，结局都一样。哼，活着就是活着，想那么多干嘛？是那只小白鸟，幸好有好心人替你包扎了伤口。这么快就要走吗？
他在弹的究竟是首什么样的乐曲？你很奇怪哦，最近老喜欢在这一带巡逻。我打听到美女的名字了，想不想知道？没兴趣。真的没兴趣？你的表情可不是这样的。其他那些女孩子整天哭哭啼啼，她却不同。这个女孩挺特别的，而且她的来历似乎也不同寻常。算了，好心告诉你吧，她的名字叫弄玉。弄玉？世间万物，飞禽走兽，都是有灵性的。只要有心，就能感受到乐曲中的真意。这首曲子叫做《空山鸟语》。迷失在幽谷中的鸟儿，独自飞翔在这偌大的天地间，却不知自己该飞往何方。谢谢你的礼物。还有一首曲子，写的是一种最特别的鸟，它是百鸟之首，但是在它的生命之路上，必须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毁灭。当它历经磨难，奋力冲破死亡的绝境，它将获得新生。
你应该很清楚，虽然雀阁里应有尽有，但它始终是一座牢笼，一座无形的牢笼，漂亮但却坚不可摧。还不走？是谁？今天诸位都看到了一个奇观，没想到弄玉用这把琴弹奏了一曲，我的雀阁上竟然百鸟汇聚。莫牙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一首乐曲引得百鸟来朝，的确是一件奇事。这只鹰我养了3年了，忠心耿耿，打猎从来就没空手回来过，什么山鸡、野兔、松鼠都能抓住不少，有一次竟然给我抓回来一只小老虎。莫呀，我的鹰还不错吧？的确是只好鹰。可是啊，有件事让我很难过。大家今天听到我的小黄鹰唱歌了吗？没听到吧？因为我的小黄鹰不见了，笼子被摔在地上，而恰恰笼子就在鹰巢的旁边。你们说谁偷了我的小黄鹰？莫牙，你说是谁？将军，我认为没有人有这个胆子，想必是风大吹落了笼子。风大吗？你不觉得是我的猎鹰吃了小黄鹰吗？这不大可能，您的猎鹰这么懂事，断不会做出这样坚守自盗的事，若要做何必等了3年才做。说的有理，鹰是不敢，他又不是人。可惜这么好的猎鹰却死于坚守不力。我有个任务让你去做。又有新任务了。难怪百姓都把雀阁叫做金丝笼，从这里看它的确很像个精致的笼子。我不清楚当时建造的初衷，也许从一开始它就是一座牢笼，一座会吃人的牢笼。牢笼本不就是这样？你知道我最讨厌它的一点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一座牢笼不应该被装饰得这么漂亮。其实牢笼处处都有，有些很美，有些很丑，有些看得见，有些看不见。飞鸟原本就应该属于天空，
而不是牢笼。世上没有一种鸟能够一直飞翔，永远不需要落地。在这样的高度，即使将军府其实也很渺小。只有当你身处其中，才会感觉它很大。今天的任务是什么？当你的眼睛一直看着天空，永远不要忘记，你的脚始终沾着尘土。为什么？你忘了我的名字？乌鸦总是追随着死亡。所以，今天的任务目标就是我。没错。是姬无夜的命令。我们从小接受的训练，就是只接受一个人的命令。你要杀我？我们接受的另一个训练，就是命令必须被执行。有些地方是我们不能越过的无形的线。我提醒过你，但是你太任性了。如果这样说，可以让你在杀了我之后不会太过内疚。哼，我愿意接受这个理由。笨蛋，为了雀阁上莫名其妙多出来的那一架琴，已经有七个人丢掉了性命。他们的死为什么？他们的死谁会觉得内疚？你从来都不听劝，你一直都这么任性。他们的死应该负责的人是下令处死他们的人。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愤怒。你不会懂的。其实你很清楚，他们的死根本没有任何人内疚，也没有任何人牵挂，更没有任何人在乎。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，你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。我曾经听过一首曲子，讲的是一只离群的小鸟在寻找自己的伙伴。它飞了很久，但始终没有找到。它终于很累很累了，停留在一座空荡的山谷里。虽然它有翅膀，但是面对着广阔的天空，它不知道要往哪里飞。你这么做都是为了弄玉？也许同样身处牢笼中，在他身上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你走吧。你的任务怎么办？我们都要开始逃亡了。我们都很清楚姬无夜的手段，你有把握吗？我们俩谁的琴功更好？什么意思？你没听说过吗？两个好朋友遇到了一头猛兽，于是其中一个立刻开始换上轻便的鞋，另一个问他，你换鞋也跑不过猛兽啊。那人回答，我只要跑得过你就可以了。我以后一定会比你更快。从我们违抗姬无夜的这一刻开始，死亡就开始逼近，没有以后。你现在就要成长，你要变得更快，快到可以逃离死亡，懂吗？那么后会有期吧。我们不一起吗？我们必须分开，这样他们才无法集中力量来追杀。
有着翅膀面对天空，却不知道该往哪里飞翔。只有最笨的鸟才会这样吧。我是来告别的。你要走？是你要走了。今天日落之前，你就会离开这座阙阁。你已经知道了？从你进阙阁的第一晚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事实上，阙阁上的明灯每一次被点亮，都在重复着这样一个过程。只是每一次的人不同，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都很年轻美丽。所以这盏明灯下的他们对你来说都一样，对吗？对我而言是否一样其实并不重要，因为这些从来都不是属于我的世界。你都会为他们送行？这是第一次。哦。也是最后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要走了。你要去哪里？面对广阔的天空，可以四处飞翔，有太多的可能。可以明确的，一定不是这里。你过来就是要告诉我这些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会怎么选择。我的选择？你觉得自己没有选择？我听说很多人把这里称为金丝笼。这座阙阁，无论它外表多么美丽，它实际上是一座深不见底的牢笼。一个男人统治的世界里，身为女人，你觉得我能有什么样的选择？身在牢笼之中，你可以选择继续待在里面，也可以选择离开。
如果我告诉你，我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呢？为什么？对有些人来说，他的命运就是一座牢笼，只要活着，无论身处何方，都始终无法脱离。我很难相信，一个能够奏出空山鸟语如此乐曲的人，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也许，你没有认真听。永远走不出去的，只有一种牢笼，就是在你心里的那一座。空山鸟语真正想说的是，无论命运把我带往何方，我的心却永远是自由的。我不明白。你刚才就说过了，这盏明灯下的他们原本与你就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你怎么会明白呢？我原以为忘了我吧。当你自由飞翔的时候，你会忘了这一切。日落之时将近，你该走了。空山鸟语，我认真听了，我听懂了。你刚才说的话，我一句也不相信。来了，何不显身一见？能够察觉到我的存在，可相当不简单。弄玉姑娘，墨鸦大人，你知道我？将军府的大红人，将军的左膀右臂，弄玉想不知道都难。看来进将军府之前，你下了不少功夫。墨鸦大人觉得我今天的妆容可以打几分？哼，原来那次的对话你都听到了。几分嘛，我听人说十分的美丽可能意味着十分危险，你的分数应该由将军来定，我只是一个巡夜人。那墨鸦大人怎么到我屋子里来巡逻了？因为有贼人混入。哦，难道我屋里有贼人？既然是贼，藏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。可有什么发现？他藏得比较深。你在明处，对方在暗处，那墨鸦大人岂不是很危险？有时候，可能暗处的人更危险。因为太暗，会辨不清方向。哦，辨不清方向的贼，那肯定是个笨贼。墨鸦大人又有何虑？真正可怕的，就是这样的笨贼。因为不自量力，惹出多大的祸都未可知，非但会断送自己的性命，可能还会连累别人。是呀。所以墨鸦大人更要离那贼远一些才好。弄玉姑娘弹奏的一首无心之曲，竟惹得将军非要除掉自己的左膀右臂。今晚应该是风花雪月，墨鸦大人说这些岂不是大煞风景？的确煞风景，弄玉姑娘说得对。
那就罚你帮我戴上这头簪，否则……否则如何？否则我就在将军面前告你一状。看来我没法拒绝了。你当然不能拒绝。身怀绝技，却甘愿身处险境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要告诉将军，墨鸦大人欺负我。如果他知道你的真正目的，或许会更感兴趣。你打算告诉他？为什么不呢？一个不执行命令的下属，你觉得他会相信你吗？你身处雀阁之中，外面的事情知道的还真不少。我的确做了不少功课。我劝你一句，尽早放弃。你既然已经选择了违抗他的命令，又为什么要阻止我？你以为我是为了保护姬无业？不是吗？姬无业的实力远比你想象的要可怕很多。你完全不了解将要面对的危险。我很清楚。我相信你一定有足够的理由来做这件事，但是外面有广阔的天空，你现在还有机会离开。你的琴声不应该消失，白凤也已经决定去寻找自己的方向。我相信他会找到的，他会忘了这一切，包括我。我本就不该留在任何人的记忆中。听说你琴艺超群，一曲弹奏能引来千鸟汇聚的奇景，今晚本将军想亲眼一见。怒欲有幸，愿为将军献奏一曲。好。你就用那架古琴为我弹奏一曲吧。是。嗯？这样你也可以弹奏？弹奏乐曲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琴弦之曲，一种是心弦之曲。我为将军演奏的就是这心弦之曲。心弦之曲？琴弦弹奏的曲子每个人都能听到，心弦弹奏的曲子
只有至情至性的人才能听到。好，我倒要听听看你所谓的心弦。他真的听到了心弦之曲，还有一首曲子写的是一种最特别的鸟，它是百鸟之首，但是在它的生命之路上必须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毁灭。当它历经磨难，奋力冲破死亡的绝境，获得新将军，琴音可还入耳？你用这种把戏戏弄本将军，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吗？姬无夜的武功远在你我之上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将军赐我这断弦之琴，自然是要听非常之曲，臣妾怎敢愚弄将军？将军不信，可看看大殿四周。将军现在已经看到了千鸟汇聚的奇景，还觉得是弄玉在愚弄将军吗？莫非这些鸟真能听到什么心弦之曲？据说乌鸦是死亡的使者，你用心演奏的曲子为什么吸引来的是这些代表死亡的乌鸦？这曲中满含着死亡的绝曲，弄玉他怎么会弹奏出这样的心弦之曲？将军可听说过凤凰这种百鸟之王？他浴火重生，将获得更辉煌的生命，这就是我曲中的心意，这是弄玉送给将军的惊喜。之前就有人说你不同于一般的庸脂俗粉，果不其然。好，本将军就喜欢你这样的女人。美人善顾琴瑟，再为本将军弹奏一曲《春宵醉》如何？
将军真的想听？急不可耐。好执法，将军请赏。春宵苦短，你这一醉恐怕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你要杀我？春宵苦短，你这一醉恐怕再也醒不过来了。美色如刃，要杀我轮不到你。这把特制的铜刺能够洞穿他的层层护甲，居然刺不穿他的血肉之躯，此人的横练功力之甚，简直谁派你来杀我的？你血债累累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想杀我的人很多，可惜有胆量这么做的却没有几个。你的主子是谁？张凯蒂、韩飞，还是吴桐？吐出来！好，忠心耿耿，我喜欢，我成全你。可能过程会有些漫长，希望你死之前还来得及告诉了他。会有一点痛，不过你随时可以叫停。我说过，你在雀阁上说的话，我一句也不相信。你为什么还要来？别说了，我是来带你走的。我已服毒，不能跟你走了。我是来带他走的。从我刀下带人，没有可能。你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和他一起死。那我就成全你们，一起死吧。你没事吧？小子，还是多操心你自己吧。你既然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，
想必也清楚背叛我的下场喽。我并没有背叛将军。哦，我只是来换命的，拿我的命换他的命。给我个理由。白凤是我的手下，他不识厉害，失教之责在我。莫鸦，你这是在与虎谋皮。你看，人家好像还不领情。小孩子不懂事，长大了自然会懂的。我看真正不懂事的人是你。莫鸦，你还记得那只鹰吗？记得。在你放跑这小子的时候，你的命就已经不是你的了。这条命对我来说一文不值，你还能用它换什么？替我杀了他，或许还能换回你自己的命。想不到我的命这么不值钱，这下再也骗不了自己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过既然这条命不值钱，哼，就不用担心会失去更多了，哪怕只拼到一点儿，也算是赚了。算清楚了。小子，你还能飞吗？你能飞多快我就能飞多快，今天我还是会赢你。你的解药呢？不在这里。在哪里？城外。做你该做的事去，别留在这里碍我的手脚。在我手中，你们插翅难飞。这样的笼子，才是最适合你们的。封住你们的是193块含金铁板，对准你们的是371只玄铁强弩。所以你们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死路。上路吧。
我的命不值钱，不过运气还一直不错。看来你的运气还是少了那么一点点。你错了，将军。嗯？传说乌鸦是一种能预测死亡的鸟，也许我早就闻到了今天的死亡气息，所以当年监工督造这座房子的时候做了点手脚。什么？就是大殿屋顶最角落里的那块钢板，当时我刚被提拔为护卫统领，很得将军的信任，所以才能得到这份美差。将军，你说我的运气到底如何？原来你早有一心。将军，你又错了。所谓伴君如伴虎，而将军比猛虎更胜一筹。我给自己预留一条生路，只是防人之心而已。好，有点小聪明，可惜这点小聪明还不足救你们的命。就算有这样的生路，你也没命去走。将军的一剑确有石破天惊之力，不过我还是想试一试。那就看是我的剑快还是你的脚快。中计了。
白凤，用你最大的力量，自由地去飞翔吧。别说话，很快就到了。不必了，解药。你再撑一会儿，只要一会儿。不必了，你救不了我。我可以。刺客的生命本就该属于黑夜。我和你的命都是墨鸦换回来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死。那首心弦之曲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很美。真的吗？你知道我当时就在附近。可是在雀阁上你骗了我。其实这一次我也骗了你。什么？我所中的毒根本没有解药。写的是一种最特别的鸟。它是百鸟之首，但是在它的生命之路上必须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毁灭。当它历经磨难，奋力冲破死亡的绝境，它将获得新生。自由飞翔的时候，你会忘了这一切。你认识他？怎么会是你？你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？是你派他去刺杀姬无夜。姬无夜还活着，而他却已经死了。你觉得这个问题还有意义吗？没错，他做的一切都是我安排的，这是他的选择。可他对我说有解药，他为什么要骗我？他为什么会骗你？也许你
永远也不会明白。是你害死了他。受了重伤，正在全城搜捕这个不听话的手下。害死他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你自己。胡说。因为你还不够强。